莲花暗会就是那个灯会那个做安排吼。啊，有的人的观众听到咱吉他，啊，吉他综艺传播的秀，晚间节目开演，哟呼！好，来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金七年哦，祝我大家拢做完，再来听台湾吼，啊，数钱数不尽哦，数钱数不完吼。啊，今日真的非常的感谢咱所有的啊，咱姐姐，咱家细叔，啊，咱家台中好朋友，也跟咱共享盛举来咱参与。啊，青菜老天先可能安排，啊，做得咱现场咱这青菜，咱这个安排甲安顺吼。而且以往的祝福，咱的好朋友，大家拢做啊，当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当中，哦，大家拢做啊，当心想事成，会当万事如意吼。那么青菜咱这里可能安排呢，啊，有的观众顶了咱吉他，哦，吉他综合艺术咱特别的安排，啊，来甲咱做安顺，陪同所有咱家好朋友同欢。啊，全场那些老人基本拢做，伊等咱团出了歌坛先生，所以领导真心的感谢做，来陪伴所有那些好朋友，大家拢做啊，当然伫咱这个新春哦，啊，拢做啊，当然新春愉快，啊，大家拢做啊，当然阖家平安哦，哦，非常感谢嘿。那么今日龙时大吉日吼，咱的好时好日子，啊，咱的天文岁数，咱的庚子年吼，啊，今日你多咱这个正月初四。正月初四的好时分是一同诚心敬意，哦，今日先来甲咱恭祝咱的周府二王公吼，来甲咱恭祝咱的周府二王公以及咱的福德之神，啊，咱这个圣诞千秋千秋那些大福日子，含着咱所有的这个天使者，啊，共同来甲咱恭祝，和咱的周府二王公，啊，以及呢，啊，咱的福德之神来当天会王星，休宴来当托满的信徒，弄出来当观天下。所有的庇佑，咱落花细枝，咱只种地主吼，啊，家家户户拢总有当家庭幸福美满，会当好到老，代代子孙啊，拢总有出头，家庭幸福美满会当笑话海，平安顺时，好运满满，啊，好运予大家拢总有当年年来吼，精彩平安的也要来感谢，啊，伊在咱的五地吼，啊，咱的种地主，啊，伊在咱的些种地主一同诚心敬意来甲咱恭祝，啊，特别安排咱严格的非常精彩，留咧咱这可能安排吼，而且也祝福咱。来遮的种地主呢，所有咱这个虔诚者，从今以后，拢总会当添名、添名、添福寿，会当进财、进主来个进名声，福如东海、四季春，寿比南山会当千岁久吼，忙吃春啊、秋啊，吼会当福利当三六八载。来个祝福，咱遮请主会当来福运、好运会当年年来，啊，咱四岁乡会当一代传一代吼，平安年、平安年，和咱遮种地主不管开偌济，啊，共同要来个祝福，和咱遮种地主日后会当赚回千千个只的万把杯，开未完，搁再用未济，好子孙会当一代传一代吼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来赶紧说说，哇，因为咱今个来安排咱这节目吼，啊，介精彩吼，所以咱赶紧来个做演出。那么在咱节目要未开演，你请按照惯例先来介绍，上介绍咱。部后英雄校长兼讲经，咱来串出咱来舞台。他们先先说领导来，咱观众顶了，啊，咱机场一百空降座，磨难大乐队，耶嘿！好嘞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大声造出，咱大声造现场感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咱这等下吼，咱歌剧团拄啊在咱这个边啊尔吼，那大声互相交叉着吼，啊，麻烦一个金卡就包机行几步嘿。哦，啊，再过来甲咱来通知一下安尼啦吼。哦，因为你有在这电脑设计吼，啊，这音响吼，对大小伸缩自如啦，拢会使啦吼。这算是共领裤的安尼吼。好嘞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来，现在开始先安排推出我的三皮包吼，啊，过一个新年啦，啊，唔就食较好，唔就较营养，唔就较肥沃安尼吼。诶，讲来金嘛，唔就较肥沃来甲看嘛，我们多多小姐送给人介绍，好听。诶，咱这个歌曲来头一首什么？安排水果牛。来，水果牛吼，但是诶。人如其名啦，吼！Oh, yeah.
今天来带伊吼，哇，咱哩欢迎咱个好朋友来甲咱欢喜啊哩，天气冷冷啊，寒寒欠咱照顾吼。我本来讲我哪会拢无，讲我好像要晕了，怎赶紧去爬起？有听到声，有听到声。